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吃便当的时间。那今天冰箱要带大家到哪里来吃便当呢？那就来到那个台中北区建行路上的信丰源排骨面。然后今天来这边带了他的那个排骨肉白饭啦。那他的肉白饭现在一个是100块。那我好像从65块开始吃吧，吃到现在也看物价飞涨，已经变100了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回家再来好好的看一下这个便当吧。好，那便当又买回来了齁。那今天带大家来看这一家是我们台中市区的老店啦齁。就是在北区的那个建行路跟大德街口转角的那个顾记新丰源排骨面。当然这个也都是我之前都介绍过的店啦齁。OK。那他们家有排骨面，有排骨，有饭，有面啊。然后，饭只有两种，就是肉排跟矿肉。对，那其他就是那个排骨面那一类的，嘿。然后肉羹面啊、什锦面这些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他们的便当。那这个便当是100块。哦，那我刚在店门口讲了。从65块左右开始吃，吃到现在100，物价飞涨。好，这是他们的便当，还有肉排饭。好，那他们家是卤排。好，然后按照惯例，来先剪盖子。好，好，然后来。这是他们排骨便当，这样100块。然后菜有三种齁，这是店家配的。齁，就是有一个今天是炒小黄瓜，然后炒高丽菜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辣萝卜，然后一个卤蛋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排骨。那他们的排骨是那个卤排，就是炸好再卤齁。那基本上那也是带骨啦，对。那你看它这个就是，如果排骨比较小片，它会再补一块点，好，这是排骨。那肉的话有点厚度啦，对。那饭就是会淋卤汁，好。然后你如果是外带便当的话，他会问你要饭还是要养乐多，要汤还是要养乐多？对，那今天我就是选择汤，今天汤是什么？今天是太桃汤，萝卜汤。好，哦，那我们现在来吃便当哦。这是那个新丰源排骨面，在建行路。哦，那首先当然是先看菜了，这菜是。小黄瓜炒那个炒菇啦，炒那个，我要就是炒肉丝啊，菇类啊，那基本上这一道还算鲜美啊。然后还有那个高丽菜，我是直接清炒哦，那个菜的甜味跟脆度都还 OK， 还有卤蛋。他们家卤蛋是真的卤蛋哦，真的有卤哦。来，我咬给大家看，看超入味的卤蛋哦。嗯，这不是一般便当店那种直接菜市场的卤蛋拿来就装了，它这个真的是有下卤汁去卤，好吃。然后萝卜的部分，看起来很下饭。再看它排骨，
排骨，基本上我们家的排骨就是有点厚度吧，然后咬起来那个肉感还不错，啊，味道方面是重口味，所以配饭刚刚好。直接单吃的话，小块较咸一寡啦。然后它，你看这个是完整的排骨哈，因为我今天拿到这个便当，应该是排骨比较偏小，所以它补了一块给我。我这都带骨的，啊，那厚度大概应该也有，还没煮之前厚度应该有应该有一公分。你看饭哦，他们家饭就煮得还不错，粒粒分明，然后吃得到米香，不会像我前两天吃那个芙蓉便当那个狗狗，然后他们家的卤汁啊也不会味道太重，就是刚刚好啦，就是饭淋跟卤汁还蛮好吃，然后配排骨就刚好。这还是老店的，然后他店里面有那个排骨面，就是丰原那种排骨面，那个那个什么清水排骨面那种排骨面，然后也有一些小菜啦，就如果他现在已经开放内用了，就是但桌数不多，但是已经可以内用了。基本上就是家老店啦，100块就是中价位了啦，就是这个以排骨饭来讲就是中价位，然后它这个分量的话，吃一餐应该是刚好，大概会8分饱啦，然后100块就现在因为差不多啦，现在都90-100那边，然后那今天的便当就介绍大家这家老店，在建行住的估计新丰原排骨饭，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就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美食资讯、便当情报不漏接。OK， 那就这样哦，我继续吃了，拜拜。